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翠园分享事师，今天同大家睇一个宝翠园嘅三房一套加工人套房嘅设计，仲有海景噶，一起嚟望下。今日参观嘅呢个单位咧，系位于宝翠园嘅五座，而宝翠园嘅五座全部单位都系三房一套加工人套房嘅大单位。而家身处嘅单位咧，系实用面积1111尺。除了大单位还是看到海景，所以是一个优质的罕有放盘。饭厅的位置可以摆到6至8人的餐台。三间睡房呢都是望住东北的海景。两间客房呢都已经有足够的位置做一大排的衣柜和放到双人床的。客厕方面呢，业主保留原有的设计，都 keep 得几奇丽喎。呢间客房嘅 size 咧比头先更大，可以做到6门嘅衣柜。因为单位嘅楼层咧都属于中高层，所以景观咧就真系好有保障啦。呢个海景咧可以话系永久啊。主人房方面有几巨大咧，真系唔使我讲咧，你都睇到啦。而它的最大特点呢就是 L 型的角窗，可以饱览海景和城市景，还有少少山景的，而且有足够的空间做了2个衣柜位。主人套房的洗手间呢一样是很企理。讲回一入门口的右手边，就是这个厨房连工人套房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看宝翠园的海景三房的话，欢迎联络我。